妙法蓮花經方便品第二，以是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，告舍利弗，諸佛智慧甚深無量，其智慧門難解難入，一切聲聞辟之佛所不能知。所以者何？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，勇猛精進，明清普文，成就甚深，未曾有法。隨意所說，意趣難解，舍利弗，吾從成佛以來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講演言教，無數方便，引導眾生，令離諸著，所以者何？如來方便，知見波羅蜜，皆以具足。舍利弗，如來知見，廣大心願，無量無礙，力無所畏，禅定解脱沙昧，深入無際，成就一切，未曾有法。舍利弗，如來能種種分別，巧說諸法，言辭又遠，越可眾心。舍利弗，取要言之，無量無邊，未曾有法。佛悉成就，只舍利弗，不須復說。所以者何？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難解之法，為佛與佛，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。所謂諸法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體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以是世尊，欲從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世雄不可量，諸天及世人，一切眾生類，無能知佛者。佛力無所畏，解脫諸沙昧，及佛諸如法，無能測量者。本從無數佛，具足行諸道，甚深微妙法，難見難可了，於無量億劫，行此諸道矣，道長得成果，我以識之見，如是大果報，種種性相宜，我及十方佛，乃能知是事，是法不可思，言辭尚寂滅，諸如眾生類，無有能得解，隨諸菩薩眾，信力堅固者，諸佛弟子眾，曾供養諸佛，一切漏已盡，諸是最後身，如是諸人等，其力所不堪，假使滿世間，皆如舍利弗，盡施供度量，不能測佛智。正使滿十方，皆如舍利弗，及如諸弟子，亦滿十方刹，盡施供度量，亦復不能知。辟之佛利智，無漏最後身，亦滿十方界，其數如竹林，師等共一心，於益無量劫，欲施佛實智，莫能知小分。身法義菩薩，供養無數佛，了達諸疑趣，又能善說法，如刀麻竹圍，
充满十方刹，一心以妙智，于恒河沙劫，咸皆共思量，不能知佛智，不退诸菩萨，其数如恒沙，一心共思求，亦复不能知。又告舍利弗，无漏不思议，甚深微妙法，我今已具得，为我之事上，十方佛亦然。舍利弗当知，诸佛与无异，于佛所说法，当生大信力，世尊法久后，要当说真实，告诸声闻众，及求圆觉性，我令脱苦薄，谛得涅盘者。佛以方便力，是以三成教，众生处处着，引之灵得出。以是大众中有诸声闻，漏尽阿罗汉、阿若娇陈如等千二百人，及发声闻辟支佛心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各作是念：今者世尊何故殷勤清叹方便，而作是言：佛所得法甚深难解，有所言说，以趣难知。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，佛说一解脱义，我等亦得此法，道于涅盘。而今不知是义所趣，以时舍利弗知四众心义，智亦未了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何缘，殷勤清叹诸佛第一方便，甚深微妙，难解之法，我自昔来未曾从佛闻如是说。今者四众咸皆有疑，唯愿世尊敷衍斯事。世尊何故殷勤清叹甚深微妙难解之法？以是舍利弗欲从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为一大圣尊，久乃说是法，自说得如是，力无畏三昧，禅定解脱等，不可思议法，道场所得法，无能发问者，我意难可测，亦无能问者，无问而自说，清叹所行道，智慧甚微妙，诸佛之所得，无漏诸罗汉，及求涅盘者，今皆堕而亡。佛何故说是？其求圆觉者，比丘、比丘尼、诸天龙鬼神及乾达婆等，相视怀犹豫，瞻仰两足尊，事事为云何？愿佛为解说于诸声闻众。佛说我第一，我今自于智，而或不能了，为是究竟法，为是所行道，佛口所生智，合掌瞻仰待，愿出微妙音，是为如实说。诸天龙神等，其数如恒沙，求佛诸菩萨，大数有百万，又诸万亿国，转轮圣王智，合掌以敬心，欲闻具足道。以是佛告舍利弗：子子，
不须复说。若说是事，一切世间诸天及人皆当惊疑。舍利弗，从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说之，唯愿说之。所以者何？是会无数百千万亿阿僧祇众生，曾见诸佛，诸根猛利，智慧明了，闻佛所说，则能敬信。以是舍利弗欲从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法王无上尊，唯说愿物类，是会无量众，有能敬信者。佛复子舍利弗，若说是事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惊疑，增上万比丘将聚于大坑。以是世尊从说偈言：子子不须说，我发妙难思，诸增上万者，闻必不敬信。以是舍利弗从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说之，唯愿说之。今此会中，如我等彼百千万亿世世已曾从佛受化，如此人等必能敬信，长夜安忍，多所饶益。以是舍利弗欲从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无上两足尊，愿说第一法。我为佛长子，为谁分别说？是会无量众，能敬信此法。佛已曾世世教化如是等，皆一心合掌，欲听受佛语。我等千二百及如求佛者，愿为此众故，为谁分别说？是等闻此法，则生大欢喜。以是世尊告舍利弗：汝以殷勤三请，岂得不说？汝今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说此语时，会中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五千人等，即从坐起，礼佛而退。所以者何？此辈罪根深重，及增上万，未得慧德，未证慧证，有如此失，是以不住。世尊默然而不制止。以是佛告舍利弗：我今此众无福之业，信有精实。舍利弗，如是增上万人，退亦皆已。汝今善听，当为汝说。舍利弗言：唯言世尊，怨拗欲闻。佛告舍利弗：如是妙法，诸佛如来是乃说之，如幽昙拨花，是一言耳。舍利弗，汝等当信佛之所说，言不虚妄。舍利弗，诸佛随意说法，以趣难解。所以者何？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，譬喻言辞，演说诸法。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，唯有诸佛乃能知之，
所以这河诸佛世尊为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。舍利弗，云何名诸佛世尊为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？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，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。欲是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。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。欲令众生入佛之见道故出现于世。舍利弗，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。佛告舍利弗，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，常为一事，为以佛之知见是悟众生。舍利弗，如来但以一佛成故为众生说法，无有余成。若二若三，舍利弗，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。舍利弗，过去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，而为众生演说诸法，是法皆为一佛成故，是诸众生从诸佛闻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种子。舍利弗，未来诸佛当出于世，亦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，而为众生演说诸法，是法皆为一佛成故，是诸众生从佛闻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种子。舍利弗，现在十方无量百千万亿佛土中，诸佛世尊多所饶益，安乐众生，是诸佛亦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，而为众生演说诸法，是法皆为一佛成故，是诸众生从佛闻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种子。舍利弗，是诸佛但教化菩萨欲以佛之知见是众生故，欲以佛之知见悟众生故，欲令众生入佛之知见故。舍利弗，我今亦复如是，知诸众生有种种欲，心心所着，随其本性，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，方便力而为说法。舍利弗，如此皆为得一佛成，一切种子故。舍利弗，十方世界中尚无二成，何况有三？舍利弗，诸佛出于五族恶世，所谓劫族、烦恼族、众生族、见族、命族。如是舍利弗，劫族乱时，众生救众，悭贪嫉妒，成就诸不善根故，诸佛以方便力于一佛成，分别说三。舍利弗，若我弟子自为阿罗汉辟之佛者，不闻不知诸佛如来，
但教化菩萨时，此非佛弟子，非阿罗汉，非辟支佛，又舍利弗，是诸比丘、比丘尼，智慧已得阿罗汉，是最后身，究竟涅槃，便不复智，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当知此辈皆是增上万人，所以者何？若有比丘实得阿罗汉，若不信此法，无有是处。除佛灭道后，现前无佛，所以者何？佛灭道后，如是等经受持读诵解义者，是人难得。若遇如佛，于此法中便得缺了。舍利弗，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，诸佛如来言无虚妄，无有如成，唯一佛成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：比丘、比丘尼，有怀增上慢，优婆塞我慢，优婆而不信，如是四众等，其数有五千，不自见其过，于界有缺漏，互悉其瑕疵，是小智已出，众中之造行，佛威得故去，斯人显福德，不堪受是法。此众无知业，唯有诸精实。舍利弗善听，诸佛所得法，无量方便力，而为众生说。众生心所念，种种所行道，若光诸欲性，先世善恶业，佛悉知是义，以诸缘譬喻，言辞方便力，令一切欢喜。话说修多罗，伽陀及本士，本生未曾有，亦说于因缘，譬喻并其耶。优婆提舍经，顿根拗小法，贪着于生死，于诸无量佛，不行心妙道，众苦所恼乱，为是说涅槃。我切是方便，令得入佛位，未曾说与等，当得成佛道，所以未曾说，说时未至故，今正是其时，决定说大乘。我此九部法，随顺众生说，入大乘为本，以故说是经，有佛子心净，又远亦利根，无量诸佛所而行心妙道，为此诸佛子说是大乘经。我既如是人，来世成佛道，以心心念佛，修持正戒故，此等闻得佛，大喜冲遍身，佛之彼心行，故为说大乘。声闻若菩萨闻我所说法，乃至于一偈，皆成佛无疑。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成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，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，说佛智慧故，诸佛
出于世，为此一事实，如义则非真，终不以小成，制度于众生，忽至诸大成，如其所得法，定为力庄严，以此度众生，至正无上道，大乘平等法，若以小乘化，乃至于一人，我则堕悭贪，此事为不可。若人信归佛，如来不欺狂，亦无贪执意，断诸法中恶，故佛于十方而独无所畏。我以上严身，光明照世间，无量众所尊，为说实上印，舍利弗当知，我本立誓愿，欲令一切众与我等无异，而我悉所愿，今者已满足，化一切众生，皆令入佛道。若我遇众生，尽教以佛道，无智者错乱，迷惑不受教。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，坚着于五欲，痴爱故生恼，以诸欲因缘，罪堕三恶道，轮回六趣中，备受诸苦毒，受胎之微形，世世常增长，薄得小福人，众苦所逼迫，入邪见囚林，若有若无等，依止此诸见，具足六十二，心着虚妄法，坚受不可舍。我万字经高，浅曲心不实，于千万亿劫，不闻佛名字，亦不闻正法，与世人难度。是故舍利弗，我为切方便，说诸尽苦道，是之以涅槃。我虽说涅槃，是亦非真灭。诸法从本来，常至寂灭相，佛子行道矣，来世得作佛。我有方便力，开示三乘法，一切诸世尊皆说一乘道，今此诸大众皆应随而惑。诸佛与无异，唯一无二乘，过去无数劫，无量灭度佛，百千万亿种，其数不可量。如是诸世尊，种种缘譬喻，无数方便力，演说诸法相，是诸世尊等，皆说一乘法，化无量众生，令入于佛道。由诸大圣主，知一切世间，天人群生类，心心之所欲，更以二方便，助显第一义。若有众生类，直诸过去佛，若闻法布施，或持戒忍辱，精进禅智等，种种修福慧，如是诸人等，皆已成佛道。诸佛灭道后，若人善愿心，
如是诸众生皆已成佛道，诸佛灭道而供养舍利者，起万亿种塔、金眼及玻璃、车渠与马路、玫瑰琉璃珠、清净广严色，庄教于诸塔，话有喜石庙、煎炭及沉水、木物并如材、砖瓦泥土等，若于旷野中，即土成佛庙，乃至铜紫器、聚沙为佛塔，如是诸人等，皆已成佛道。若人为佛故，建立诸形象，刻雕成众相，皆已成佛道。话以七宝成，偷石赤白铜、白蜡及原石、铁木及雨泥，话以交七宝，严色作佛像，如是诸人等，皆已成佛道。彩画作佛像，白覆庄严相，自作若使人，皆已成佛道。乃至铜紫器，若草木及苇，话以紫爪甲而画作佛像，如是诸人等，渐渐积功德，具足大悲心，皆已成佛道。但化诸菩萨，度脱无量众。若人于塔庙、宝像及画像，以花香翻盖，敬心而供养。若使人作恶，击鼓吹角背，箫笛琴胸喉，琵琶闹铜钹，如是众妙音，尽此而供养。话以欢喜心，歌拜众佛德，乃至一小音，皆已成佛道。若人散乱心，乃至而一花，供养于画像，渐见无数佛，话有人嚟拜，画覆旦合掌，乃至举一手，画覆小低头，以此供养像，渐见无量佛，自成无上道，广度无数众，入无如涅槃，如身尽火灭。若人散乱心，入于塔庙中，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。于诸过去佛，在世化灭后，若有闻是法，皆已成佛道。未来诸世尊，其数无有量，是诸如来等，亦方便说法。一切诸如来，以无量方便度脱诸众生，一佛无漏智，若有闻法者，无一不成佛。诸佛本誓愿，我所行佛道，普欲令众生亦同得此道。未来世诸佛，虽说百千亿无数诸法门，其实为一乘。诸佛两足尊，知法常无性，佛种从缘起，是故说一乘，是法
住法位，世间常常住，于道场之宜。道师方便说，天人所供养，现在十方佛，其数如行沙，出现于世间，安忍众生故，亦说如是法。知第一寂灭，以方便力故，虽是种种道，其实为佛性。知众生诸行，心心之所念，过去所集业，欲性精尽力，及诸根利钝，以种种因缘，譬如亦言辞，随应方便说，今我亦如是，安忍众生故，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，我以智慧力知众生性欲，方便说诸法，皆令得欢喜，舍利弗当知，我以佛眼观，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，入生死险道，相续苦不断，心着于五欲，如无牛外味，以贪爱自闭，盲冥无所见，不求大势佛，及与断苦法，深入诸邪见，以苦欲舍苦，为是众生故，而起大悲心。我此座道场，观树亦经行，于三七日中，思维如是事，我所得智慧，微妙最第一，众生诸根钝，着拗痴所盲，如斯之等类，云何而可度？以时诸梵王及诸天帝释，护世四天王及大自在天，并如诸天众眷属百千万，恭敬合掌礼，请我转法轮，我即自思维，若但赞佛成，众生莫在乎，不能信是法，破法不信故，罪于三恶道，我令不说法，疾入于涅盘，沉念过去佛，所行方便力，我今所得道，亦应说三成，作是思维时，十方佛皆言，梵音为喻我，善哉释迦文，第一之导师，得是无上法，随诸一切佛，而用方便力，我等亦皆得，最妙第一法，为诸众生类，分别说三成，小智拗小法，不自信作佛，是故以方便分别说诸果，虽复说三成，但为教菩萨，舍利弗当知，我闻圣师子心正微妙音，称南无诸佛，复作如是念，我出俗恶世，如诸佛所说，我亦随顺行，思维是事义，直取波罗奈，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以言宣。
以方便力故，为五比丘说，是名转法轮，便有涅盘音，及以阿罗汉、法僧痴别名，从久远劫来，赞是涅盘法，生死苦永尽。我常如是说，舍利弗当知，我见佛子等，知求佛道者，无量千万亿，咸以恭敬心，皆来自佛所，曾从诸佛闻，方便所说法，我即作是念，如来所以出，为说佛慧故，今正是其时。舍利弗当知，顿根小智人，着相骄慢者，不能顺时法。今我起无畏，于诸菩萨中，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。菩萨闻是法，而网皆已除。千二百罗汉，悉亦当作佛。如三世诸佛，说法之仪式，我今亦如是，说无分别法。诸佛兴出世，圆圆寂遇难，正是出于世，说是法复难，无量无数劫，闻是法亦难，能听是法者，斯人亦复难。譬如幽昙花，一切皆外拗，天人所稀有，时时乃一出。闻法欢喜赞，乃至法一言，则为以供养一切三世佛，是人甚稀有，过于幽昙花，汝等勿有疑。我为诸法王，普告诸大众，但以一乘道教化诸菩萨，无声闻弟子，汝等舍利弗，声闻及菩萨，当知是妙法。诸佛之必要，以五俗恶世，但拗着诸欲，如是等众生，终不求佛道，当来世恶人，闻佛说一乘，迷惑不信受，破法堕恶道，有惭愧清净，知求佛道者，当为如是等，广赞一乘道，舍利弗当知，诸佛法如是，以万亿方便，随意而说法，其不杂学者，不能晓了此。汝等既已知，诸佛世之师，随意方便事，无复诸疑惑，心生大欢喜，自知当作佛。妙法莲花经卷第一，世尊现岁，微勒而长，文殊为众讲宣扬，古佛放豪光，三请法王慧演妙莲香。那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那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那无法花会上佛菩萨。